提醒现场所有的小玩家和即将上场的后四组的选手，只有你们的成绩超过了前面目前场上的任何一组，才能取代他们做到现场的通关位。而成绩掉出前四的组合，就要让出座位到台下去观演了。所以呢，每一组表演之后，我们的这边的位置都会有一个实时的刷新。我是第五个嘛，看我们能不能替得了。但是如果是严恩的话，就绝对没问题吧。别，快！接下来第五组要上场的是深秀四的倒数里，闪烁着南河三的暗语。伟大的天狼星啊，我看见了。黑有一万种斑斓，延安，沈川奇，再见深海。那个卡通《深海》里面的歌很好听，那个唐汉霄写的。我叫严社星，我叫沈川奇，我们是顺其自然。慢慢看见对方，回想一下这段时间相处的，大胆去看着对方的眼神。哎看我就很像。按照我最初的想法来讲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合适，就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我刚开始会这么觉得。那你们的解决办法是体会彼此，感受彼此，成为彼此。但不是要交换灵魂吗？写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处事特点。是要给对方吗？对啊，你不要给我了，我才知道要干什么呀。怎么那么多一个人？他每一个事件后面都括号一个人，然后每一件事都是非常普通，每一个普通人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我去模仿他，真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模仿的，就是他，没有什么生活状态，就是他的状态。我都不知道，我真的是，这个还是挺困难的，我觉得。晚上好，严安严川奇。拍照记录这种，相对于好表现。但是众所周知，我是比较的疯狂。你好呀，太医。太老师你好呀。你好呀，太医。太医老师，我们又见面了。互换有产生默契吗？连接一下。哦。好，再试一次这里。看着对方唱。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所产生的这个羁绊和我们唱的这首歌想表达的那个情感的点是相似的。